相互的，就这么远一点，一松，不用怕，回来还倒着，这叫做牛顿定理，你试一下，没有事儿。 哎呀，媳妇儿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老公回来了。啊？哎呦，有点热了。饿了想吃点啥呀？我想吃饺子。等着吧，我给你做去。哎。太稳了。哎我太累了。猎不？太稳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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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给小哥准备了个惊喜，气球浴，哈哈哈，报仇！哎呀，回来了，老公。嘿离我远点。哼哼，老公，你来，你过来，老公，你进去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你是不是要整我？我没有，你把帘拉开，拉开有惊喜。哎呀，你看你，老公，我在这些气球里边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你自己摘下找一找，多大的礼物？特别好。这么些都是？嗯，哎呀，没有。在这，老公，惊喜在这儿！整的是啥呀？那这怎么还洗不干净？完了，废了！我他妈在手机里还有废呢。什么？你待会儿这我的窝，这个窝好，这个待会儿。这人这么有病啊？待会儿，这窝真好，你搁这待着吧。哎，我的妈，你咋又来了呢？待会儿，干啥呀你？这窝好，待会儿，这嘎我头。刚才那窝好不都给你了吗？这嘎刚才我咋的窝嘛？上午。哎呀妈，这人这么烦人的呢。干啥呀？待会儿，你上我家来了呢？你这味好，不是你这说有病了，说有病了啊？是有病了，上我家来待啥了呀？滚！托儿，你过来了，这会儿深呢啊，自己下来注点意，别呛着了。深呢？老深了。哎呦，好嘞，好嘞，这水性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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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我操！你这个大什么？你啥呀？没事啊，走走，快上车。我告诉你，你一拿手机，你就没有好事儿。干啥呀？坑啊！不是你挖个坑，你就再诉啊你。妹，我整你啊，整你玩儿。
蛇啊。你老婆来，你上来了。